从超市监控画面看到，很多顾客在买东西，孩子跑来跑去。突然，画面激烈抖动，一些市民跑出超市。抖动结束后，人们又恢复了平静，并停留在超市里，没有急于出去。有这个大的石块滑了下来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远方这个整个山上都是这个黄沙漫天的一个状态，还有不停的有这个石块在向下滑呢。好多这个这个村民呢都已经躲到这个很远的一个地方。就是注意安全，先退到那边去。这边是施工作业区了，等一下，你看这边多危险，晓得不嘛？停机了，我等到，先停机了，我等到。哎，我看这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救援人员呢是很快速的跑过这个滑坡点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滑坡点呢大约有100米高，而且不时的有听到这种小的碎石呢是从那个高处呢滑落下来，而且还伴随着一些大约能有拳头大小的一个碎石滑落下来。据云南省民政厅通报，截至当晚18点，地震共造成当地9000多间房屋和校舍受损，近10万人受灾，紧急转移安置3万多人，有19人在地震中受伤，其中3人重伤。当地政府部门在震后启动了应急预案，派人员前往震区调查灾情和展开救援，并紧急调拨帐篷、棉被和大衣等救灾物资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。